由小學跟到去中學，中學跟到去大學。其實你咪暗戀我啊，阿信哥哥係嘛？你又知嘅，其實我真係暗戀咗你好耐㗎啦，嗯。我今晚咧電話唔見咗，諗住就電話俾我打。你個 friend 喺嗰度？我個 friend 電話啱啱咁啱都冇電喎。唔該曬，唔好揾幫我，全靠你咋。唔該你，你叫咩名啊？好心 upgrade 下啦，仲用埋呢啲橋？信哥，但系咧，我攞到佢電話喎，你咧？上堂啦！各位同學仔，我哋呢一堂咧就教影相嘅，咁啊，所以咧你哋需要兩個人一組去香港唔同嘅地方咧影啲相翻嚟。咁啊 ，Doctor Lau 我咧就認為有陣時創意啊、影相啊，係需要一啲新火花嘅。哇！正，等咗好耐啦。咁啊，第一組陳子琪。王安迪，好，下一组方婷，林永信，你好，我系林永信。救命啊！今次真系大整蛊啊！唔系啊，都 OK 啊。俾你入嚟噶，哦，你跟住我，好似仲未需要去影相喎。我唔系跟住你，不过我 book 咗呢度练琴，唔信你可以 check 下。book 咗呢度，乜你呢啲人都识艺术嘅咩？你都画得几靓啊！洗涤下心灵添，诶，俾我啊，重啊，好，就喺呢度啦。哇，呢度又真系几靓喎！喂，你喺度做咩啊？西藏有个传说咧，就话只有一齐石山，跟住喺度转三个圈，许个愿就会成真噶啦。系咪真噶？诶，争完嘢。咩啊？呢个啊？咩嚟噶？送俾你嘅。吓？你要 keep 住佢。咁点做啊？海源，我想攞到 scholarship 去 Paris。
我想問下你咧，點解你畫畫唔畫筆嘅？咩啫？咁我中意用手指畫，用手指畫咯。咁其他人唔噶？咁其他人係咁，唔代表我都係咁噶嘛。咁我覺得創作咧，應該要天馬行空啲，唔好俾個框框框死自己嘛。嗯。不過其實我都唔知道自己有冇天分噶，就係知道自己好中意畫畫，咁咪繼續畫咯。唔知道有冇人欣賞我噶？有诚意作品一定有人欣赏的，你谂下啲星星，离我哋地球几百万光年咁远啦，我哋都识得欣赏啦。咦，但系我又有啲嘢想问你啦。今日咁大嚿云，一粒星都睇唔到喎，边度有星星啊？吓吓，星星就喺呢度啦。你啊？喂喂，刘永生，你去边啊？画咗啲星星唔同噶啦，都几靓嘅。多谢。你冇問咁多先啦，嗱，我問你三條問題，你只需要答 yes or no 就得啦。嚇，咩問題啊？嗱，如果呢個機會俾你幫 Sally 做個 window display， 你想唔想做啊？好啦，咁就得啦。我去準備啲嘢先，你諗諗啦，計仔先啦。你準備咩啊？你喺度整咩啊？嗱，呢啲就係你架餐啦。咁你諗諗到點用咧？諗到啦！咁快？係啊，我都唔知點解咧。一望住你教嚟嘅呢個地方咧，我就好多新嘅 idea 湧出嚟啦。好啊，咁你係咪 ready 啊 ？Ready 啦。咁我交俾你。
咩好靚啊？個 display 好靚。加粒我整嘅喎。起身啦。資料搜集啊！嗱，去到 Paris 咧，我有好多博物館都好想去啊！嗱，我想去羅丹美術館啦，仲有地方叫做小皇宮，有得睇畫之外咧，我唔去啦。嚇？喂，做咩唔開心啊？係咪啲博物館太悶啊？放心啦，我揾咗一個你一定中意嘅地方，就係音樂博物館啊！去 exchange 對你講好重要，係你嘅夢想，唔係我嘅夢想。你唔可以我放棄我所有一切去成全你噶嘛，係咪啊？咩啊？當初係你 suggest 為咗去 Paris exchange， 日日同我一齊去影相噶喎。咁你想去啊嘛？你又冇信心，我幫你咯。呢啲咪叫朋友咯。我真係當你好朋友啫。如果有啲咩誤會 ，sorry。朋友。你當我是朋友？我問多你一次林醫生，你是不是真的不同我去 Paris？ 好，走啊！走啊！我叫你走啊！我知道你好需要嗰个 scholarship， 想去 exchange 嘛。到时候咧，我哋一起去欧洲，一起去 exchange， 边 exchange， 边去旅行，好唔好啊？系咪噶？你咪呃我噶？点会啊？真系咁？定会勾手指咩？啊？咁老土嘅嘢你都做嘅？咁你勾唔勾啊？勾，系。再打个人啦。
係咩？你掛住我定係掛住我啲手信啊？咁梗係掛住你啲手信啦。去咗巴黎一年，有冇識到法國男仔先？佢哋好識氹女仔噶喎。琪琪，你男人我喺度都亂咁講嘢嘅咩？嗱，我唔阻住兩個女仔傾嘢啦，我睇陣書，陣間過嚟揾你哋啊。做咩佢而家惡咗咁多嘅？係咁嘅，要讓佢嘅。點啊？你喺巴黎？冇啊，都係專注畫畫咯。啊，係喎，唔知你之前啲畫仲係咪畫室咧？唔知咧。阿信醒啊，仲瞓覺，方田翻咗嚟啊！情是激烈，情是瘋狂。情被这娱乐界书写得有点肮脏，我觉得纯情些亦可，尤其遇到你饰演安抚我的鸡汤，从没风浪，从没风浪，期望我能共你手牵手直到天荒，这一刻。未及周游列国，与你生活便是美丽天堂。你终于回来了。乜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记得，我什么都记得。一年来，我无时无刻都挂住你。Can't stop thinking of you。我记得一年前有个人跟我讲，话我的梦想是我一个人的事，抌低我一个人在 Paris 嗰度，我哋是朋友咋。Sorry， 我知我。Sorry， 你跟我讲 sorry， 我有冇听错啊？我在 Paris 呢一年入边，你一个 message 都冇 send 过俾我啊！你有关心过我咩？你知唔知道我过成点啊？变成过我啲咩噶？你话会每日陪住我噶？我要你嘅时候你边啊？对唔住，系我嘅错。你可唔可以俾个机会俾我？俾我去补偿？就算你不回来，我都会继续等下去。这块花束没有了一块就不会完整，就如我人生没了你是不会圆满的。太迟了，龙永湘，一年前你不跟我说，等我死了心的时候你才跟我说，那真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因为沙律那晚我整亲我只手，我整亲个手，我弹唔到琴啊，弹唔到琴，我去唔到巴黎嘅音乐学院，我怕你会放弃自己嘅梦想啊！你咪觉得你自己好伟大啊？我同你讲 sorry 啊，但话俾你听，林永信，你一啲都唔了解我。我的梦想不是要去 Paris， 我的梦想是要跟你一起去。如果你觉得这样是爱我的话， Sorry， I don't want it。
今次唔會放手嘅。你話整親隻手，做乜捉得我咁緊啊？見到你咪冇事咯。書寫得有點肮脏，我覺得純情些亦可，尤其遇到你，飾演安撫我的雞湯，從沒風浪，從沒風浪，期望我能共你手牽手直到天荒，這一刻未及周遊列國，與你生活便是美麗天堂。春風撲面，甜蜜的小片段，奇異的新發現，留在思海中轉又轉，堅守信念，平靜愛到早死太普通，未被写成传记，但是我享受自愿为爱情卑微。春风扑面，甜蜜的小片段，奇异的新发现，留在思海中转又转，坚守信念。